开心心过新年。今晚是除夕夜，现在我们来到湾仔海滨休闲站。今天这里很热闹啊，有街头艺人在这里演奏助兴。现在距离2024年只有几个钟头而已，大家都期望新的一年来临。我们去参加湾仔区除夕社交舞之夜。看下节目表，今晚节目非常丰富。欢迎大家来到港湾道体育馆参加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的跳舞强身湾仔区除夕社交舞之夜。我是第一个表演项目是华语之舞。表演的嘉宾咧系 Kelvin 同埋 Crystal。华语之起源于18世纪欧洲乡间土风舞，具有柔和同埋优雅嘅特质。华语之包含摆荡、流畅、柔韧、旋转嘅基本形态。李宝贤同埋蔡子欣，伦巴舞属于拉丁舞噶，舞步强而稳阵，又充满浪漫气氛，婀娜多姿，展现女性嘅美态。而男士咧系需要整体嘅肢体动作嚟配合女士。表演是不是很精彩啊？跟住是集体舞时间了，现在我跳的是斗牛集体舞。斗牛舞源自法国嘅，系由斗牛运动演变而嚟嘅，配上西班牙嘅音乐，舞步跳跃，旋转动作多。依家系翩翩起舞时间，跳紧嘅咧系 Tango。跳完舞，我哋翻返去湾仔海滨参加跨年倒数同埋观赏烟花汇演。倒数就快开始啦！
到此为止。喜欢这条影片的请给个 like 分享和免费订阅，下集再见，拜拜。